想到高总是这样的人，还好他叔叔及时来把他带走了。叔叔，你们先下去。你还要干嘛？我想去跟叶子道个歉。报警了！杜鑫，救护车120吗？这里是环球集团楼下。为什么？快叫一辆救护车，快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伤害我身边的人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好啊，我放开你，放你去见阎王！别冲动！千万别做傻事。这就是你不听从系统安排的后果。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回他？和男主结婚，将故事通关，人物才能回归原剧情。什么狗血的剧情？不过如果能救他，我嫁。但是你能不能每次把话说完啊？但是回归剧情的杜钦只是一个 NPC， 和你的生活再也没有交集。那他岂不是永远的消失在我的生活里？是的，杜钦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择？叔叔，你放我出去吧。叔叔，放你出去送死吗？被你刺伤的那个杜钦现在还在医院呢，凶多吉少了。逃回大江的那三个匪徒现在已经被警察逮着了，警察现在到处通缉你呢，你自己决定，要么自首，要么出国。出国？我不要出国，我不要离开这里。闭嘴，这由不得你选，高家的脸面都被你给丢尽了。环奥在你的带领下市值不断的增加，而且行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，你的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可是股份本身是从我高家领取的，现在你和灵儿的事儿，我收回股份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我所有的股份全部退还给高家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纪灵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？我有个消息想亲口告诉他。叔叔，放我出去吧，我不想被关在这里了。放你出去？外面哪还有你的容身之处啊？今天我见了罗锦盛。盛哥哥，盛哥哥说什么了？他要结婚了，和那个乌雅叶子。什么？你在这里好好想想，
是去自首，还是想要怎么着？我总不能关你一辈子吧？他竟然和乌雅叶子结婚！叔叔，我要自首。我只想要。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，我相信。